你看我这个眼神。还有公安方叔叔，我也推荐你，可乐哥。嗨。哼。你咋了？我得了羊癫疯，咋了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问我干嘛？连你不行吗？加友好友不行连吗？加好友不行连吗？加好友就一定要连吗？得一定要连你吗？加好友。嗯，好友多连连吗？我就不连你。9月16号过生日，我就不乐意连你。我9月16号过生日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9月16号过生日。16号是吧？啊。我十六我十六号就别别。啊。我十六号我有事。16号我有事。啊？感谢我青龙，16号我有事。你可真能编，我来大姨夫了不可以吗？大姨夫是啥？你给我们讲讲。啊？大姨夫是啥？你给我们讲讲。大姨夫跟大姨妈是一家人吗？家人，我都不知道啊。没空，说了不来就不来。我还没有请你来，就跟你说一声。你这都已经发请帖都发我们家来了，你都已经。那不都是两家一直连，不是一家人吗？就跟你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嘛。哦，你15号是吧？我十六号。如果过生日的话，不告诉你，我就告诉你两个人，带你五个人，然后你，然后的话也不用刷礼物什么，就过来给我过生日，热闹热闹啥的。我就怕我9月16号过生日刷一点都不热闹，怎么说我也没有办的很大啥的，我就是想聊天。你几号啊？你给我说一下是几号？9月16号。妹妹，你能不能推迟到9月17号过？我16号要跟喵喵结婚。跟谁结婚？喵喵啊。喵喵是谁啊？反正我不管，16号我结婚。你17号过生日我来呀，我又不是不来。你可真能瞎掰。我没有，我一点都没有掰。你可能真能转弯。我什么时候掰？越来不来。我真的，我十六号我们掰。我不信。网络婚礼怎么了？他网络婚礼，你可真能瞎掰掰。你怎么今天不跟你家喵喵办婚礼呢？没有，喵喵说不嫁的。我为啥16号就嫁给你啊？我17号还要跟王秀琴结一下子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那你为啥不把档期推前呢？我没有档期，我被排满了。哪有档期？欢迎我们严，你接着编来，接着编，还跟谁结？我操！你过生日我不来，你不照样的过吗？我怎么你过生日我不来怎么的？失望吗？我说你还编，你继续跟谁连？没有，就问，就是跟你说一声。我就逗你一下子不行吗？我就看一下你到底有多着急，不可以吗？你这么着急。着急不很正常吗？啊？着急不很正常吗？你直播到几点呢？1点。1点啊？嗯。厉害厉害。你大爷的你！我在那里瞎鸡巴笑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在说你继续编，我说哈哈。我跟你说，我19号我还得跟我，我跟你说，我19号我还得跟我，我天要过去外面浪一下子。
哎，感谢我哥，大保健是吗？感谢教哥，没毛病，我嗯啊。不是，我得解释一下，我连你不是来挨揍的，我先跟你说事儿。行，过生日是吧？16号是吧？那全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一达哥呀！我以为你要上呢，给我心里乐坏的，结果人家500多票揍我一下子。排便在哪里？气势在哪里？把那个阿狸拿了。结果你还说的是用拳头揍，不是用 YYB 揍。你把那个阿狸拿了。欢迎我清爵哥。看在你16号过生日的份上，我让你少怼5下，减价加打折，怼5下。怼啥？阿狸。我家阿狸已经拿出去了，你没看着吗？你别给我。别给我扯淡，这点就输了呀！拿过来，我也在瞅啊，我怎么250多票输了？快，速度，就怼5下，快！什么？我没有阿迪。还什么？你吗？我没有阿迪，没有阿迪。哎呀，不跟你闹玩了！哎呦妈，亲，你咋还愣住了呢？我的天，没有没有，你放音乐吧。没有，我在看那个看我们家公屏到底怎么回事。你可真是，我跟你闹会儿的话，你家都愣住。你给我去拿过来，不要叽叽喳喳叽喳。这个耳机换了，行。你快点到时间了，放音乐呀！哦，我还得放哦，我放还不行吗？我也是醉了。没有音乐，没有情绪，知道吗？拿阿狸，阿狸拿不了了，听不着我说话呀？阿狸拿不了了，这个线不够长。你不摘掉这个线再去拿阿狸，拿完了再戴吗？这耳机我换了，这个就只能这么长。一个，两个。